跑酷好高啊，我要挑战一下。哎呀，好累呀，这怎么上不去呀？奶糖，这可是等级最高的深渊战神段位，需要百段跳。就你这跑酷小赛季，还是放弃吧。只要肯努力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段位也要一点一点升。我还是从最低的青铜段位开始跳吧。青铜段位直接自动跳跃就能上去，非常简单，奖励是一把手枪，还不错。第二个段位是白银，和青铜差不多，后面的陷阱跑酷只要掌握好节奏就可以。重点的奖励是一把左轮手枪，这也太帅了吧。第三个段位是黄金，要用加速跳才能跳上去，就我这行云流水的操作，柚子怎么样，帅不帅？帅个屁，前面的关卡只是给你试试水，后面的才是真正的开始。哦吼，下一关铂金段位需要单跳，只要提前起跳再连跳两下就能上去。快点兄弟们，哇塞，是 AKM， 这不是叫 AK47 吗？嗯，才不是， AKM 是 AKM， AK47 是 AK47， 与 AK47 相比 AKM 的重量更轻一点。原来是这样。当然，小伴们，这两把枪你们最喜欢哪一把呢？接着是星耀段位，重点是 M4 和 DP28。 小伴们，你们知道这把枪的外号叫什么吗？这跑酷也太简单了吧，轻轻松松就上星耀了。臭奶糖，你少得意，下一关钻石可是需要三段跳的。不就是三段跳吗？它只是看起来很难，但是只要掌握好方法就不难。先跳右边墙上第二个方块，再跳到左边墙上的第三个方块上，就可以轻松上去。哇塞，给我的奖励是 AWM， 这形象也太还原了吧。柚子怎么样，学会了吗？臭奶糖，有点东西啊，不过东西不多。下一关超级王牌段位可是需要回墙百段跳，你连百段跳都不会就别想过关了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听说百段跳只要贴着一面墙起跳，目的就是为了给第二段跳留点空间。我来试试看。 Nope Nope， 怎么上去啊？奶糖，我说了吧，你是不可能上去的，但是放弃吧。我才不会放弃，放弃了就永远不会成功，只要坚持不懈就还有机会。我好像发现了，在空中踩墙面可以借力上去，尝试一下看。哇塞，成功了，我学会百段跳了。这好像可以直接跳到无敌战神那里，嘿嘿，这也太方便了吧。臭奶糖，你这是作弊。我才没有，我这只是利用好技巧，小伙伴们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。哼，最后一个深渊战神不仅需要百段跳，而且还是十格的高度，你要是能跳上去我就吃电脑屏幕。这个是你说的，我已经学会百段跳了，这对我来说不是简简单单。可恶，为什么我跳到五六格的位置会一直掉下来啊？因为你手速不够快吗？对哦，看我单身十年的手速。我上来了，柚子快吃电脑屏幕吧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别指我的呀。